那个杨康，我个康夸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坐在走进爱杨康的行列，我是温温。听到网上网内也得到网络通知要及儿子哦，即将上空汽车界大力支持，非常感谢。同时呢，也非常感谢兼职来到能上麦录制行列的坐在爱杨康的热心观众会，欢迎大家呢。今日到我身边呢是能直接起个嘉宾，行接欢迎。你好，各位大家好。现在不如大家到底个来做你直升当官没有？哎，你唔知啊，只怪晓那个起初，当真冇个小官证。要推掉是贪来白忙，当时我还是爱提车了啊。就是你官证官证就行当也未见到，再讲你条腰啊。啊，你拿条枪咩？我算真心掉给你输一口，只怪真心搬上来，佮腰两声，伤卡两声疼。遐你今仔就来对地方了，因为咱今仔个配个话题呢，就是关于腰。遐度咱进入只话题之前呢，先来推一阵 VCR， 走进一个正式个实例。大家团购只会限制身体硬者，推卡利落，行动自如。从一个精神状态，你做你乜嘢想法，一概会知。花个招数，生下只毛笔，弄同个字画，减了五百米路，就艰苦个都唔对。你是什么问题呢？我就不知道，我就感觉到，我这下半身这里到两条腿到下面，就只是经常的麻木了，经常没感觉。这里一下，经常会没感觉，走路呢，咬着牙走的就走到200米左右，200米以后就再不能走了，再走下去人就是摔倒。病到唔清唔楚嘅痕迹，多年以来直滴到整条腿卡，或者小正有个洞痛。再到这样，你们医院里去检查以后，就知道我的腰椎不行，腰椎了，腰椎很要疼出来。你希望佮检查，我哋可能是腰椎嘅问题，主要是椎间盘突出甲范围啊，椎间狭窄。所以综合伊个病史有内话。就保守治疗已经唔适合，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每场的小手术，帮你改观了这个门段。没想到那他做了以后，那手术会这么成功。现在我全身都很轻松。对，前天范姐就是说，要感谢顾医生这么好的技术，说我的丈夫现在身体这么好。今天 VCR 来麦主阵讲呢，行白兼职个来教咱个怎么录制行了，欢迎行白。有一项病治好之后，医院呢是来自智能名会议嘅贵人贵生，能欢迎贵贵生，贵生啦嗬。哈，祝你能好，大家好。贵日日，今日智能名会议直条挂块副主任会说，上场直条梅层，直条托惊生疾病及切牛督在骨侥幸手术技术，欢迎贵贵生。你好。现在白下躺在这个室里了聊天掉了哈，就是那行白在开始啊，这个腰疼啊、脚疼啊，这错症状全部拢啊，因为这个腰椎间膜突出之啊，可能也蛮明显的。呀，我做在医院哈，病到腰做你脚会疼呢。可能就无多就来问啊，郭医生。因为支配肢嘅啊，左神经噶、高神经，伊拢来自腰脏，所以如果你腰受压之后，你依在。患者就经常会打哦，这条筋可做到腰，去到大腿啊，去到脚脊椎落，伊就该自己反应。现在话你睇下，治疗咩就是一个卫生杂乱嘅毛病，是直条。能只系能天嘅运动是跟能只系脊椎咧是息息相关嘅哈。比方咧，你向前倾啊，就是个怎样；向后仰咧，就是个怎样。可以拉了，哎，八个下袂减哈。做功课啊。啊，就是那那，知道用那个叮当嘅时候呢，叮当嘅当时也是都唔顺，而你睇只系点样啦？只叮当伊就特别逼着。是。为什么用最近我读出个仔细又发生嘅呢？腰椎间膜突出症是比较常见的疾病。了解腰椎间膜突出症咧，咱就首先来了解伊这个哈解剖的情况。腰是在要注意体这个稳定的状态，哎，你有变有变弯腰活动的咧，就咱现在就了解这个运动质量的概念。运动质量是肌肉的功能哪位？每只运动质量伊是要两个光泽度的光泽，就是预估。即係另一個光質都光質啊！即係腰椎間膜三部分組成嘅，可能計啊受夠啊一粒咧，百分之二十啊一粒是分配到即係光質都光質。
就病人就每朝要让是扎人到这个腰椎间膜。遐病人都是有知道药，病人都是做啥都用，准有只创伤在腰椎间膜流出吼。遐是咪啦？这个即阵的使用过头变较甜。平时了咩药去？大家来听，伊等咱个即条啊，需要提比较提熟悉个，遐要不就那比如那里比较古早、古早或者是点往药曲淡薄的时候，遐伊个脑中棒伊就来投病，椎间膜较佳个含水量就会减少。等含水量减少之后呢，伊只椎间膜个弹性就变差。遐等了直接往药曲淡个物件的时候。就可能以前的时候，伊个潜水方伊就去破裂之后，能够出来再读书，带着神经。遐等将水汤也一样，甲面膜也是一个一项因素。遐人做生意就会知啦。我们那时那订单卡在又想着人治疗药，用我平时人古早啊，或者是那坐姿不当个话，对人治疗药个伤害呢也是非常大个。遐接落来呢，咱就出席了爽度，都来考一个行政个光正朋友会，看那下卖做在个坐姿。第一届呢，对这个药个一粒时间上水个，需要害也是一上水个呐。应该是 B 吧 ？B 中年啊，伊做了的。我也推了个一个 B， 推了个 B 哈。因为伊只咱个耳啊，早上就折一边，咱要折伊就袂伤害着咱个脊椎。哎，我觉得咧是通着个丝啦，丝哈，做你啦，因为伊个坐姿，咱觉得着了舒服。我觉得着也是丝，也是丝。嗯，只时间到无地，时间到无个食客个呐。哎，咱落来同伊哎买几条刀，几条刀是只做来只实验性个效果，就是那切伊肚子个啊，不单个姿势，伊对腰椎产生个压力，好。遐就来买就含了这四个组织，直条个一百上数也是这个组织后硬，你个组织来形状来夹合个，现在就有个小技巧来做。咱今物徛办公个时候哈，家只个骨盆啊，骨髋后顶，骨髋后顶就是属于咱个撅屁股啊，哈、哦，都将状态都做落去，将做落去，将做落去，做落去后，吼，攞埋手可以扶着边只地方，扶好你直头摆来，然后滑落去。只个吼，第个就算只个姿势，就是上对腰椎压力上手个姿势，即系休息时个姿势，你会感觉佮比较舒服。但是你冇骨落去，你一路坐骨坐个，坐骨坐到个。骨落去就变做个腰疼，系。就是呾这个臀部个位置呢，就到这个耳个后麦个，冇撩来头仔个。是。刚才个时候个坐姿就是无高个情况个呀，吓，防止对住骨髋后顶个情况个坐落去。一坐后呢，伊食指个有三个直角，就是只个膝关节个直角，只个大腿个腰成只直角，膝关节成只直角。一只后麦个腰现在到这种状态，只腰只点解无好定了？所以这个药呢，上好是到这个零五病未过个能量来顶满这个药。如果无病呢，这个坐姿有病无提无正了五十分钟未上药，但是过后你就该个药你就着起来活动啊。就像咱现在到做各个位医界啊，后尾无高位个情况下，你是以 B 坐姿再未上药。现在下各位先生家了在生药正确个坐姿，你就会知哦。平时安排了两小时休息个时候，正是咪摆到个，就是活到个。做生药咪那多休息，防止自己伤害着你条腰。所以呢，为了保护我个腰哈，然后爱坐姿确实要来纠正。是啊，莫再谂做些错个话休息了。是，好，医办个就卖走，好走就卖徛。本冷麦李平要横路通左腰提劲。本冷麦型车要二子我激腰上空 VRE 体验点提经，过阵个只腰椎间膜突出呢，就引起这个腰疼啊、卡呀、酸啊、麻痹啊，就是样个症状啊。伊个食字个过听时咧就声，腰椎间膜突出之后，你入逼着神经经就水静之后，你就释放炎症继续，就炎症继续就引起神经能下肢个麻痹加疼痛。巨大的椎间膜突出以后，可能引起表皮综合症，就是大小便失禁啊，生个肌肉不往上升拖垮。一但是唔是啦，腰椎间膜突出，伊就会引起自己遐炎症反应，以后遐保养。所以临床上咧，亚小克有时候磁性症，腰椎间膜突出，佮咪能吐出啦，佮腰椎间膜突出，但是伊无临床症状，伊袂麻袂疼，都有可能出现。所以腰椎间膜突出佮腰椎间膜突出症是一两个概念。这个如果是单纯腰椎间膜突出，
无引起症状啊，伊唔需要处理个治疗，伊唔是病，等于产生症状哦，才需要处理。我想问下各位医生哈，如果咱只要咱出现者腰椎间膜突出者症状，是咪呐硬好着个行白病哦，来个动手术，或者呐有无呐来通过这个药物来保守治疗呢？遐唔是确诊只个疾病就需要手术个。啊，通常伊来一次来，来一次发作来就诊个时候，个建议还是保守治疗先。啊，真正需要手术个不够肿小20%。遐保守治疗伊主要包括是三个方面。还是恶性休息，或者药物治疗，加加功能锻炼。经过这个治疗措施之后呢，大部分嘅椎间膜突出症啊，患者嘅症状能够得到有效嘅缓解。所以啊，即腰椎间膜突出嘅朋友啊，治疗方式是哪类？食药啊，还是哪爱手术啊？接触爽度方式呢是用高级卫生嘅爽度，入面当中小啲啊，再先用治疗，如何再先用治疗噶？冇得，还是要卫生来作出自己专业嘅判断。冇得一打到自己做手术呢，袂咁难，就心里好慌乱了。那哎呀，知道药，惊惊走走都是要唔着意。哈，如果拿来做嘅手术时间系大下倍，或者是呐做落去搞，那是冇嘅话，再先用咩？迄个多接触节目呢，请教来我能记生物行了个行白来海南伊行仔个活动情况在先哟。欢迎韩博，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来，韩博，我看您现在的活动已经非常非常的灵活了。我现在很自由了啊，前身两个腿都很轻松了，那没什么事。可以说术前和术后简直就是两个模样了。那差得太远了。那您方便让我们看一看您的手术伤口吗？可以啊，这伤口做得很好的。这切口不够一公分，切口就该这个手术切口，但是是做椎间孔颈内层的手术。所以只正个手术就只有只个创伤口呢？是。而且照水。贵姓啊？呀，平时呢，我有退过性苗的错者，腰椎间膜突出啊，患者能多来啊，佮有适当做的错锻炼个，迄是唔是呢？有接触比较快黑个，又非常可应个，接触腰椎间膜突出个患者，伊能家己可做的错功能性锻炼啦。有，小西有一个已经50多年个吓疗法叫做麦肯基疗法个，都系个肌肉弄到弄唔到硬硬，我嚟行呢个试看。麦肯基疗法咧，第一步就是皮拍医，上广东嘅皮拍医，佢偷当双向直切，就是这个动作。伊主要嘅主要嘅作用就是伊要为保卫肌肉放松。第二个动作咧就是曲掉，这个动作就是先保持三至四分钟，当然是放松就要为保卫肌肉。佢第二个能就来应时嘅腰背肌嘅功能锻炼，就是一直咩嘅手放只后麦个。慢慢去慢慢慢，好，头背翘，绷紧，哦，非常好，动作标准，就是叫啥锻炼，嘅腰嘅核心肌群。就话即个如果让两只先量的话，伊个腰疼就用力了。呀，对于去力测腰椎间膜突出嘅朋友群啊，可以通过啊骨卫生堂只解接触非常简单嘅功能性锻炼，多来制作，就算有呢不断受病恢复之后腰，而且也互相增强自己协调嘅稳定性。下节起嘅增猛呢就够咗个啦。如果对方真系有更加好嘅意见或者是建议嘅话，可以通过拨打两通热线，入会6663000，入会交往联系。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播刷激腰 App， 收台湾爱健康增猛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当咱发烧的时候，咱可以用麦粒降温法，用麦降温剂量整方法。最常应该麦粒降温方法有冰敷、酒精擦液、温水擦液。咱今次爱加给大家的是温水擦液。温水擦液起色很简单，咱只需准备一盆30至34度的温水，消毛巾一条，一个冰刀就可以了。当病人发烧，莫有胃硬、寒症等不适时，就好加以温水擦液。温水擦液仔，咱可以到病人头部放伫一个冰刀，既有助于降温，又可以防止头部充血。切丝用六斤温，并轻轻按摩，切至腋窝、白骨沟。各窝等血管分布处停留时间可以超长，时间及背部隔切3-5分钟就可以。
咱到参加过听堂，用明食观察别人有无胃硬、行将等不适，假如有诶情况下，用立即停止，甲伊加烧。注意摩擦、暗凹、心瓜头、白宝、足袋等对内存嘅较为敏感嘅部位。擦液完毕，30分钟后再擦体温即测。注意摩用内嘴擦液，因为内嘴擦液会使血管收缩，导致循环障碍。